淘汰金元的杨凡轩、陈玉莹使出浑身解数。杨凡轩，你每次只要有祭典的时候，就会唱得特别的卖力。这两点把你激发出来，放开来唱的方式，我觉得相当不错。美声小王子陈绮安以细腻唱功强盛。要是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就你的语气、口气，有细腻的感情。微服激战，谁能脱颖而出？谁又会黯然尽失？